Hello，晚上好，各位。我是不是开的不仅准时，而且还提早了？哼。我真是太厉害了。晚上好，晚上好，各位。晚上好，转移阵地，我缓缓地从床上爬起来了。谢谢 C 二垒投的九票，谢谢大家今天投的所有的票哦。然后谢谢柚子老板投的两个9999，也谢谢大家投的所有的票。看我今天的背景图，很可爱吧？今天没有温柔了，报个到。好的，看到了。我觉得荷包蛋站在柜子上那张，站在柜子上那张真的很可爱。我们蛋蛋一直很可爱。对的，我的背景图。注意女人，谢谢骷髅老头的9999票，谢谢骷髅老板投的9999票，谢谢老板，祝老板恭喜发财，大吉大利，然后也祝老板你的推，也就是我可以顺利进去，可以一切顺利，怎么样？很真实吧？希望老板投的每一票都不会白费。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，给你磕头，听到了吗？开玩笑的，我敲了三下桌子。好了，兄弟们，把骷髅永远单身扣在公屏上。怎么还让蛋蛋磕一个呢？蛋蛋来。擦鼻涕，谢谢老板投的9999票，非常非常感谢，感谢您今年对奇骏的支持，谢谢您的投票，谢谢 Screams 投的一票。怎么看完特效就溜？太讨厌了，你不能多看一会儿吗？天呐，我的播音腔可很厉害的，好吗？谢谢 KCDRR 送，对，送的投的99票，谢谢。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背景图吧。其实我的手机里没有很多图了，所以有些图可能就是以前用过的图，啊哈，还有今天的这个图。今天发的荷包蛋，还有是昨天发的微，不，前天吧，发的微博的两张图，这两张图就是很漂亮。然后还有，这是王瑞琪前天公演，王瑞琪坐在这里，然后荷包蛋看他的样子的图。谢谢我 YBY 要直播卸妆送的棒子，还有注意女人，这个时刻提醒着大家。还有我的手机里。就是很早之前保存的一张别人画的我的 Q 版图，还有站在柜子上的可爱的蛋蛋，那个时候的蛋蛋真的好瘦啊，还有躺在我以前的桌子上的蛋蛋，那个时候的蛋蛋的脸真的好小啊，还有躺在盒子里的蛋蛋，他的眼睛真的好大好圆呀，但是不知道他在看什么，然后又是一个漂亮女人，哇塞，好美丽的女人，我从未见过如此美丽的女子。然后又是荷包蛋看王瑞琪的样子，就是看他的表情中有一丝不屑。然后又是1年前的荷包蛋，那个时候他经常这样睡在镜子旁边。然后又是注意女人，时时刻刻提醒大家，循环提醒大家要注意女人。然后又是一个这个是什么公演来着？命运的叉时候的
Q 版图，然后又是一张很可爱的荷包蛋，它歪着头很可爱，然后又是荷包蛋睡在我的桌子上，我的这个桌子都已经不见了，然后又是淡淡的可爱的表情，谢谢白哲投的9票，谢谢塞纳河边的猫半仙投的1票。谢谢口袋出错投的9票，这是什么鬼 ID 啊？哎，谢谢大家投的票呢。突然之间就怎么说呢？谢谢带起劲玩的都是好人投的9票，10票。可以告诉我你取这个 ID 以及用这个头像的原因吗？真的很让人无法理解。9票是 X 的颜色吗？其实我觉得今年投票的特效怎么说呢，就是没太看懂。就怎么说呢，今年这个投票的特效也没有小船了，也没有大船了，就是一个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谢谢安安投的1票、2票，谢谢。脑子也太恐怖了吧！谢谢佳美娜投的1票。这是投了个票就把你们的脑子都送来了，谢谢正在思考的明先生投的1票，哦，这是三角函数，打扰了，谢谢正在思考的明先生投的1票，怎么说呢？谢谢无名海外党战士投的9票，9票是插队的绿色，1票是白色的。这个颜色有什么关系吗？谢谢 YBY 的刘双投送的一个棒子。的确，今年的这个就有点简陋。谢谢五家投的999票，哇，原来999票的特效是这个颜色的呀，好漂亮，好漂亮呀！啊，长见识了，长见识了！原来9票是插队的颜色，999票是 N 队的颜色。那么，9999票是什么颜色的呢？哎呀，糟糕！刚刚只顾着谢老板，忘记看清楚了。嘤嘤嘤，注意女人！这个时候的背景图是注意女人。我的背景图好像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哎呀，你们有看我今天的发的证件吧？当然有看了。今年的证件怎么说呢？其实今年我想了很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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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要怎么拍证件，可是怎么说呢？我觉得太难了，已经第5年了哈，已经5年了，真的没有东西可以拍了。而且对于我这种本身就没有办法，就是没有这个勇气在大家面前说一些肉麻的话的人来说，拍证件对于我真的是一个challenge，一个挑战，是不是？显得我很有文化，突然说英文，是不是显得我很洋气？谢谢 Piggery 送的棒子。很洋气吧我？谢谢黄黄头的1票。好像我记得拍证件那天和拍生写那天好像是同一天，所以说证件和这次的新的生写都是这个大光明 challenge 用上海话怎么说？掐冷鸡，吃冷鸡，学会了吧？原来是这个意思，学废了，学废了。
谢谢想喝波霸奶绿头的一票。怎么还组队给我剪坏刘海呢？如果大家都想看我大光明的话，我也是会满足大家的啦。毕竟我这么的温柔，毕竟我这么的甜，宇宙甜妹。我只是觉得，对呀，我也应该要照顾到刘海党，对不对？毕竟还是有人很喜欢有刘海的我。毕竟不管我有没有刘海，都很漂亮。哎，今天我是为什么突然开个电台呢？是因为回来的时候，回房间的时候，突然很想唱歌，然后哼着哼着，就想开个电台。怎么会是因为想看特效呢？哎呀，真是的，没有啦，没有啦。哎呀。当然啦，就是如果，哎呀，又是注意女人。好了，不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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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真是的。我自己放的背景图在时刻提醒着我，不要再诈骗了。真是，哎，以后的电台真得好好的注意带什么图呢？对啊，这个背景图真是。哎，朋友们，你们最近过得怎么样呀？突然的寒暄，问问大家，最近都过得怎么样呢？生活美满吗？打算退学了啊？这么劲爆，要考试了。过得还行，想你的夜不要再说了，不怎么样。哎呦，其实我感觉最近好像不光是我们，大家过得都很焦虑，并不都是因为总选炸鸡皮没有吃到，什么真的点了炸鸡皮吗？加班熬夜，焦虑。怎么说呢？最近也收到很多那种私密翻牌，大家都，因为我觉得正好又是刚高考完，然后呢，学生马上就要这个期末考试呀、中考呀、各种考试，然后呢，还有疫情突然反复，大家隔离的要隔离，焦虑的很焦虑，然后。可感觉大家都处于一种水深火热的情绪当中，所以我来治愈大家了。其实并没有很焦虑的人，听完之后沉默了。唉，谢谢 War 送的巧克力。其实呢，就是也挺欢迎大家可以翻牌的时候和我说的。谢谢带奇迹丸都是好人送的是个福袋，因为就是谢谢卤肉饭送的奶茶，因为就是我有就是收到翻牌嘛，很多人会跟我说自己最近过得可能有哪些不太好的地方，但是最终都会加一句说，哎呀，好像也不太应该和你说这些。谢谢踏云送的气球小熊，但是我觉得没有关系的，我是非常欢迎大家把我这里当一个小树洞，可以跟我说一些这些，因为你们也不用担心这些情绪会感染我。毕竟我也不是那么好感染的，好吧，各位不用担心，这你们的这些担心是多余的，
然后呢，就很欢迎你们可以跟我分享，毕竟像我这么温柔的人，还是可以小小的开导一下大家的吧。谢谢软软的王富贵，好想什么送的棒子。谢谢乌切投的99票，哇，原来99票的特效是蓝色的呀。诶。就是我就是想表达的，就是我也不会说那么轻易的就被影响到，所以说很欢迎你们可以跟我说这些，好吧？然后你们也不要害羞，然后虽然说我这个人。平时面对大家的时候，好像也不太会说什么，好像也不太会和你们就是非常肉麻的说什么，但是在私底下的翻牌当中，我还是比较没皮没脸的，好吧？所以呢，谢谢不二投的18票，谢谢。不会的题可以问吗？是这样的，你不会的题，可能我也并不能帮得了你什么。你可以在这里问问看。当然啦，如果我不会的话，我就不会回你。回你的话，会显得我很笨。可以帮你上班吗？那你可以帮我跳公演吗？谢谢踏云投的2个99票，3个99票，那就是。4个99票，那就是400减4，400减4啊，不，400再加5，400再加，好，谢谢踏云投的9票，谢谢你，我累了，还有一个9票，谢谢你，还有一个9票，谢谢你，还有一个9票，可以一起投吗？还有一个9票，谢谢你。还有一个9票，谢谢踏云，谢谢你，谢谢柚子投的9票，谢谢踏云投的1票，谢谢你2票，谢谢柚子投的18票，19票，谢谢你们俩。哇哦，谢谢大家投的票，这么简单的数学我还是不会算错的，好吧？谢谢柚子投的，啊，又一个9票，好吧？不记得你投了多少了。谢谢柚子老板投的9999票，谢谢柚子老板投的9999票，谢谢柚子老板哦，祝柚子老板恭喜发财，大吉大利哦。然后呢，祝柚子老板你推的小偶像，也就是我，今年可以圆满达到自己的目标，这样的话就不会浪费你投的每一票。希望柚子老板每天开心，永远不会焦虑。每天没心没肺、开开心心的度过，怎么样？感谢老板。说实话，我没有分清哪个特效，因为现在还是一票的特效。我已经，你们有看到特效吗？还没到吧？我现在还是绿色的这个。谢谢信天良投的一票，哇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哇，好大的一个，好大的一个东西，就是一个彩色的。黄黄的、绿绿的、蓝蓝的、白白的，一个东西，你知道吧？我是真的没有明白。你说我们去年的小船，还有这个大航，好，这个大船，它不香吗？
这是一个，就是像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个投票的特效像，你们有看过那种婴儿奶粉的广告吗？像婴儿奶粉广告上面会出现的那个东西，你们知道吗？就是来告诉你，吃的这个奶粉对孩子的脑子发育很好，你知道吗？会出现这样子的。对，说这个 IQ 的时候会出现，对，就是开发宝宝智力的时候会出现的那个动画，就很像。怎么就暗示我没脑子了呢？嗯？怎么？你说的都对，柚 子老板说的都对，谢谢策策送的两个绿豆糕。哎呀，什么尊严？在你们面前要什么尊严？谢谢 Edward 投的一票。干什么？老板说的都对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再注意女人了。我是女孩儿。我是女生，可爱的女生。为什么发问号？为什么发问号？不是吗？对呀，这个背景图的"注意女人"和我琪琪有什么关系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太有道理了。好啦，就是谢谢大家投的票，然后，怎么说呢？谢谢1998投的99票，谢谢。投的100票，谢谢。就很谢谢大家今年，目前为止。投的所有的票，以及之前各种应援会的活动，参加的这么多，为我付出的这么多，非常感谢大家。但是呢，还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要先过好自己的人生，知道吧？因为之前就是我也看到那个，就是有的人，然后也不注意自己的身体，然后也把自己搞得一身的毛病，知道吧？就是也叫人很担心，所以说还是希望大家先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先要过好自己的人生，好吧？其他的呢？啊，这就申请退款了。其他的我是，就是相信你们自己是有分寸的，好吗？你们要不要这个头上头了啊？知道吧？请先自己富裕，好吧？请先自己富裕。谢谢不二投的9票，谢谢。话虽然这么说，但是白嫖会遭报应的。没有啦，也不能这么说。谢谢快乐学习投的一票。反正就是有能力的话，就是有能力的话，就感谢你的支持，好吧？谢谢不知道叫啥投的一票，今年我们是不是不能画头像了？虽然我不知道今年我们是不是不能画头像了，但是我不想再画头像了。没有，我愿意的，为了大家，我当然是愿意的啦。我非常非常的愿意为大家画每一个头像，非常非常的乐意做这件事情。我是非常非常愿意
画每一幅图，每一个图当中都包含着我对大家满满的心意。好疲惫呀、啊，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吗？生活不易，画个动图，你要啥自行车儿？要啥自行车啊？这 我能画个动漫吗？谢谢木雨投的9票。我要是能画啊，投的10票。我要是能画动漫的话，我现在就去这个什么什么腾讯漫画，快看漫画，我现在就去当这个画家了。哎呀，啊，太激动了，我咬到自己了。我咬到舌头了。好痛啊！阿达阿达阿达，天呐！谢谢省吃俭用盖盖子投的1票，这又是谁改的 ID 吗？这怎么？最近我越来越猜不透大家是谁是谁了。谢谢柚子投的1票，2票。哎呀，哎呀，10以内的加减法，就这俩，我怎么1+1=2？我不知道吗？这也太小看我了吧，哦，这也太小看我了吧？哎呀，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子，说的好像我。真是的，我又在诈骗你一样，不要这样说。对了，后天是。什么来着？后天是杨冰怡的 mini life，怎么就我嘉宾嘛？怎么这么快就猜到了？我啊，你有票？这你都有票？我应该会在一下下，就一下下。明天不是后天吗？还是现在已经过12点了？哦，水镜磕死你了！你不是看《冰雪奇缘》的吗？哎呀，我觉得都是你们家听音乐的。是这样的，我不得不向大家承认，今年我有了一些改变。虽然我觉得当偶像的这5年，我一直都在不停的改变，因为人就是会变的嘛，对吧？但是今年我有一个新增加了一个小习惯，就是我偶尔、偶尔、偶尔、非常偶尔。非很偶尔会看一看大家的微博在发什么，看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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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，哎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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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，对，大家。
我看得到你，就是现在这里，谢谢踏云给我拍过的几个 focus，我就是觉得你的 focus 拍得很好看，然后调这个滤镜也调得很漂亮，谢谢你哦。这就拉黑也不至于吧，啊，我是真的很这个真诚的在感谢嘛，很真诚的感谢，没有催更的意思，没有催更的意思。然后就是现在也不是现在吧，就是今年吧，我也多了很多，就是给我拍反图、给我拍 focus 的人，就真的很谢谢大家嘛。我很真诚啊，现在，哇，我终于知道了，这就是谐星的悲哀。谢谢吴建，不是吴城建商送的绿豆糕，这就是谐星的悲哀。就好像我落水了，在水里呼救，但是大家以为我在搞笑。我很真诚，朋友们，我很真诚，我是真诚的在感谢大家。就是今年多了很多的给我拍 focus，然后多了很多给我拍反图的，然后也多了很多给我画这些周边画这些 Q 版画的。比如说我现在这个背景啊，虽然这个是以前的啊，但是呢，今年也多了这个表情包，就是多了很多。这种周边，今年我们应援会也出了很多周边，就非常谢谢大家。其实我有深刻的反省自己，曾经我也是有给我截漂亮的图片，给我截 GIF 的人的，可是我没有好好的夸奖他们，我。让他们感觉到忽略了他们，也没有那么严重了。虽然他们没有说什么，但是他没有再给我接 GIF 了。我应该好好珍惜你们的。就是以前有一个给我接 GIF，然后也会给我剪视频的人，他也是。这个调滤镜调得非常的好，然后呢，其实我应该有偶尔点赞过的，只是，我这个人也平时也不是经常点赞，也不是经常点赞。然后虽然说偶尔，真的很偶尔啊，很偶尔看大家微博的时候，其实就是也并没有出坑吧。但是呢，我还是偶尔会反省一下自己。就怎么说呢？我不是白嫖，我看大家剪的视频，我都会投币的，好吗？我都会点赞投币，一键三，没有一键三连，但是我会点赞和投币。我从来不做白嫖，这一点希望大家可以清楚。反正就是怎么说呢，就在这里顺便感谢一下大家，因为就一直以来，其实是我知道，就是有很多人都给我，就是都为我做过很多，所以说，既然聊到了这个话题，就顺便感谢一下大家，不是顺便，不要在这边啊。补，这就让我补了，开始。我不要再抓我语言上的漏洞，好吗？反正就是很感谢大家为我做的所有的事情吧。当然啦，谢谢你在防御塔里送的棒子。当然啦，我也偶尔会看到那些啊，在口袋房间夸我啊。宝宝今天好漂亮呀！今天真的太漂亮啦！然后微博里面偷偷发什么衣服啊？今天穿的，真想把起景的这件衣服全扔了，是吧？自己主动承认错误吧。
是吧？不觉得我最……杨斌一开的小号嘛，难道是？不觉得我最近的衣品有了一些改善吗？不觉得吗？我最近的衣品还是有了一些改善的，不觉得吗？我已经时尚很多了，是不是杨斌姨？我这个还是时尚了一些的，把杨斌踢出去，没看到？怎么了？我是真的呀，真的呀，我，昨天晚上那双鞋，哪个鞋来着？什么鞋啊？杨斌没有审美，那双鞋明明就很可爱，明明就很可爱，那双鞋，我想起来了，它是那种鸳鸯色的小皮鞋，那种洛丽塔的小皮鞋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它一个脚是粉色的，一个脚是蓝色的，自古红蓝出 CP，你们不知道吗？我的左脚和我的右脚是一对，所以它一只脚是很可爱的粉色，一只脚是一个淡蓝色，就很漂亮。而且我原本配的一个裙子，就是粉色加蓝色的裙子，就很好看。杨斌仪没有审美。这样吧，杨斌也买一双吧，你买一个反过来的，我的左脚是粉色，右脚是蓝色，你买一个左脚是蓝色，右脚是粉色，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换着穿。怎么样？很好吧？CP 鞋，怎么样？明明就很好看，杨斌仪，没关系。等我的鞋到了，我就给你套在你的脚上，让你好好的感受一下我这双鞋子穿在脚上是多么的漂亮。我跟你说，这双鞋我有预感，一定很漂亮。我的这双鞋我有预感，穿在脚上一定非常非常的漂亮。你16岁就不穿了？杨斌仪，杨斌仪的16岁。穿的是什么？杨斌仪的16岁没有资格说我。杨斌仪16岁的时候穿的是连衣裙配跑鞋，好吗？杨斌仪自己忘记了自己16岁的样子了吗？你这个连衣裙配球鞋，你又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的小裙子配的是洛丽塔的小皮鞋。你知道吧？是漂亮的小皮鞋，没有问题，没有问题。你的这个连裙配球鞋是很漂亮，这是时尚。我的粉蓝小皮鞋不是时尚吗？我的粉蓝小皮鞋不可以吗？不是时尚吗？你这句不懂时尚的人，我反弹送给你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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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羽绒服就不要提了吧，大羽绒服就算了，大羽绒服我认了。2年后的我，那2年过去的现在，你有后悔自己曾经的连衣裙配跑鞋吗？你有后悔吗？我没有气急败坏呀，我没有气急败坏呀。我就是要用你自己的例子，让你切身的体会到，2年后的我是不会后悔的。我现在也觉得2年前的我很时尚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不，我骗人了。2年前的我一点都不时尚，我承认了，2年前的我很土，是个土包子。但是2年后的现在，我很时尚，很漂亮，我很时尚。我现在没有大羽绒服了，我现在只有可爱的外套。不行，你还是要给我推荐衣服的，宝贝，妈妈爱你，别再说了，记得把你常买的店推给我。
没，我这是，朋友们，我这是忍一时，知道吧？我这只是忍一时，为了今后可以有更多的时尚店家推荐，你知道吧？这叫忍一时，知不知道？你们懂什么呀？你们怎么懂什么呀？啊？虽然16岁的杨冰怡穿的是连衣裙配跑鞋，但是现在的杨冰怡不得不说还是很时尚的。所以说，现在退一步，啊？你怎么知道他还没有离开我的直播间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在骗我？啊，走了，那我继续说。虽然，我现在继续说，虽然，我说到哪儿了？说到虽然，对，虽然16岁的杨冰怡穿的是这个跑鞋，是连衣裙配跑鞋，但是不可否认，现在的杨冰怡穿的还是很时尚的。所以说，为了从她的手里套到更多的时尚店铺，现在忍一忍，能低头的时候稍稍的低一低头，这是为了日后更加时尚的我，懂不懂？大丈夫能屈能伸，奇骏真是太伟大了，奇骏真是太聪明了，真是聪明的不行啊！昨天618，其实那双小皮鞋，我是打算配一个裙子一起买的，可是那个裙子没有我的码了，所以我本来是想缓一缓的，可是昨天这个618嘛，不是，昨天618活动开始嘛，然后他为了凑满减，就正好少一点儿，加上那双鞋子的话，我就又可以凑到满减了，所以我就一狠心把那双鞋子给一起买了。其实配那双鞋子的裙子没有我的码了，并没有买，但是为了凑满减，我还是下手了。明明就很可爱，知道吧？我跟你们说，杨冰怡她现在变了。我相信，如果是2年前的杨冰怡，一定会觉得这双鞋很可爱的。这个月的任务还没有完成，但是我相信我会完成的。她真的变了，优惠了多少？我已经凑满减凑到了优惠100块吧，非常非常多。昨天又花出去了一笔钱，囤了很多东西。就是有一些东西，你虽然不缺，但你真的会囤，你知道吧？会囤起来，囤东西好快乐哦。而且给自己儿子买的东西，你就不会手软。好，说，一边说着这句话，一边摸了摸荷包蛋，他走了。得。但是呢，昨天就只给他囤了一些罐头，囤了一些猫罐头，零食倒是没有买。我本身给他吃零食就不多，之前的零食还有没吃完的呢。我觉得这些零食完全可以支撑到双十一，等双十一再给他买零食吧。对，就是囤了一些，因为他真的便宜很多，便宜了不知道多少。就是便宜了很多，不会吃土，怎么会吃土呢？虽然说我花了一小笔钱，但是我还是一个富婆。就是因为它快过，就是那些罐头，其实也还好吧。我觉得9月份过期，现在完全可以立刻就给它吃了，对吧？一天吃一罐。很快就可以吃完的。
对呀，不然就过期了，多浪费呀！不如让我来承受这些快过期的猫罐头吧，让我来承受这些便宜吧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买了给荷包蛋吃，不是我自己吃的意思。你们，怎么说呢？那这样吧，今年总选握手会，请大家吃猫罐头，好吧？请大家吃罐头，不用客气，不用跟我客气，朋友们，千万不要跟我客气。谁跟我客气？我这是跟谁急？怎么会过期呢？9月份才过期，8月份不就总选握手会了吗？你看，没有过期，今年9月份才过期呢。别客气，我们之间有什么好跟我客气的？真是，哎呀。兄弟们，把齐晋大方扣在公屏上。看一眼现在几点了。哇！不知不觉，明明说好今天想要唱唱歌之类的，结果不知不觉又聊了这么多，又说了这么多。改天再唱。感觉也的确，下次有空再给你们唱吧。什么叫我今天蛮真诚的？我一直就是这么真诚的人呢，朋友们。几时还有机会看我穿奥特曼的衣服？下辈子吧。哼。哎呦，我去！不小心给我点到了什么音乐？随便放个什么音乐吧。新型病毒有机会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现在疯狂切歌，哇！我觉得我的私人 FM 给我推，现在就是现在此时此刻给我推的歌，都好老哦。怎么找不到想听的歌呢？看看有什么歌单。哇，光听这么些前奏，你们都能听出来是什么歌啊？这么厉害！那年夏天的梦，一定要这样吗？
但你别说，我到现在还真没有切到河曲。朋友们，那年夏天的梦，我现在回想了一下，当时的我，好丑啊！我怎么会选那样的衣服？现在不能理解当时的自己，说实话。确实，谁说的确实？啊？谁说的确实？什么确实？你们不是应该说，哎呀，没有啦，一直都很漂亮，从那个时候就很好看啊，不是吗？啊？什么东西啊？再说，确实，真是，哎。对了，我跟你们说，我的生日公演有一个环节可以悄悄的透露给大家，就是水着环节，期待吧。啊，为什么不信呀？就是我的这个水着环节的意思是，你们来的人，在这个超 V 的正中间有三件水着，坐在超 V 的人当场换水着，然后战区随机发放，你知道吧？战区随机发放10件水着，然后拿到的人当场换，坐区。后面的座区随机发放5件水镯，这个就是水镯环节的意思，知道吧？朋友们 来一首《那年夏天的梦》送给大家。有没有不爱看水着的？没有，小偶像人均热爱水着。听我打的响指，怎么样？一元中标，完了！齐静的生日公演会是竞价最低的一场。夜总警告，看雪色一划过我的脸颊，像舞台上一样。谢谢小龟头的一票。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还挺好听的，有一点点小吗？其实这首歌还挺好听的吧，听多了。天呐，然后齐静的生日公演，一张齐静本人的反图都没有，全是大家的反图。下一句是我的分词，谢谢信天良投的9票，谢谢 Wind 投的一票。让灿烂的笑容成为美景，我们在靠近。啊，我这两天我买的手机壳全都到了，我觉得有2个还挺可爱的，而且我发现有链条的这个手机壳真的很不错。嗯，荷包蛋水镯。怎么说呢？目前我生日公演是有荷包蛋的这个计划的，会让大家看到男明星，但是呢，得看情况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们就是推荷包蛋的，
前面我说了这么多，开了这么久都没怎么出来，这个一说到荷包蛋就出来说话，就出来说话，气死我了！对对对，荷包蛋，过来，给妈妈打一顿。啊，宝贝躺在妈妈的床上，好乖呀，小猫咪。小猫咪喜欢睡在床上的小猫咪都是乖的小猫咪，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小猫咪是什么小猫咪？是谁呀？是睡在妈妈旁边的蛋蛋，知道吗？手机壳后面有链子，就是很方便，手机就没有摔过，我现在，而且也不用担心躺在床上的时候手机会砸脸，就是人内心的安全感被放大了。生日公演目前大概定在24号，就是不出意外的话，给妈妈亲亲。眯了眯眼，小猫咪好乖呀，荷包蛋真是这个世界上最乖的小猫咪了吧。哎呀，我知道的，你们虽然现在都说这些屁话啊，但是接下来等真的到了那一天，你们一定会开开心心的竞价，然后开开心心的往前面抢票。我知道的，我知道的，赵咪安排了。哎呦，我都知道的。我应该也会请一些小伙伴来看。请谁的话你们猜吧。好的，你们一定很容易就能猜到，那没事了。不过就还是得看情况嘛，得看有的人有没有空，对吧？然后今年我的生日公演的话，哎，怎么说呢，我昨晚已经拉群了，就是各种歌曲已经在拉群了，虽然我知道还不会开始排练，但是呢先让大家准备起来。不会的，我觉得现在还不到我崩溃的时候，等到后面临近的时候就会是我崩溃的时候。袁一琪，袁一琪是谁？不认识。袁一琪是谁啊？怎么没有印象了？主题的名字大概率是叫盖盖子梦游仙境吧，不觉得很可爱吗？这个名字，我本来想了一个名字叫寻找爱丽丝，但是我又觉得这个名字有点非主流，太非主流了，你不觉得很青春伤痛吗？这个名字有点非主流，所以呢我们还是可爱一点好吧。 Good guy hello 48种可能，这是不是有点露骨？你知道吗，这毕竟是个生日公演，虽然里面有拉票环节，但如果直接叫48种可能，是不是有一些露骨？名字不是自己取的吗？我觉得他应该没有字数限制吧。反正我就是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可爱的，盖盖子梦游仙境很符合我，我这个睡觉大王多符合我呀，不是吗？这说的不就是我吗？这一整场公演可能我都是在梦游吧。太好了，盖盖子梦游仙境，我的生日公演，我只要带一个枕头一床被子，然后在台上睡觉，这场公演就过去了。
你们猜到了，哎，你们猜到了耶，这都被你们猜到了，我们真是心有灵犀，我们真是有默契。没有错，以上就是我生日公演的全部内容，很精彩吧？这就是我刚之前给大家预告的，巨精彩，巨精彩。就是帮助大家，没错没错，睡眠不好的人记得来看哦。就是帮助大家，帮助这个帮助这些失眠患者进行一些治疗，什么治疗？战区，战区，就是我们那个台上不是有那种吊着的星星嘛？那个星星上有挂钩，战区的就一人一个钩子钩在上面，挂在那里睡。然后这个坐着的大家就这样坐着，好吧？剩下的人在控台，在控台那个山顶上，好吧？然后我们应援会的这个小礼袋哦，礼物袋就是人手一个小枕头，人手一个枕头。这就是我们应援会的礼品袋。睡着是为了泼水准备的。哎呀，总之，就是很精彩。大家一定要记得看哦。好困呀！好了，朋友们，差不多要准备开始练习了，差不多要准备关直播了。突然好想吃冰淇淋哦！我要去梦里跳我的生日公演了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就告诉大家我要去练生日公演了，意思就是我去睡觉了，我去睡觉了，不，我现在要去练我的生日公演喽，各位，我要去练生日公演啦，各位，拜拜哦。然后新来的人就哇，好努力，这么晚还练公演，宝贝好辛苦呀，你知道吧？好啦，不辛苦不辛苦，我要去练生日公演喽。谢谢柚子老板送的皇冠，谢谢，哇，正好给荷包蛋戴上了。谢谢柚子老板，祝老板恭喜发财，大吉大利哦。然后也祝老板可以每天都睡得很香。不需要催眠，不需要看我的生日公演，每天沾到枕头立刻就睡着，立刻就陷入了昏睡，然后每天都可以做个好梦，睡着多加快步。好啦，谢谢大家送的所有的礼物，也谢谢大家为我投的每一票，也谢谢各位老板们投的9999票，也谢谢各位老板们送的礼物，很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，在这里感谢各位对奇境的支持。然后就今天发证件了嘛，那就顺便。来一些这个正经的发言环节，发言时刻，对，怎么说呢？今年我觉得，不管是在剧场为我打 call，还是在线上支持我。就是一直支持我来我口袋房间发言啊，然后来找我玩啊，这些人都变得多了一些。然后就像我之前说的，也就是为我画一些周边啊，为我画画呀，然后为我拍反图啊，拍 focus 啊，为我剪各种 cut 呀，就是为我付出很多的人也变得越来越多了，就。
很谢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，包括这两天今年总选的投票也已经正式启动了。虽然我本身是一个不太，我以前，因为我以前也是，就是不太会说啊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啊，希望大家可以为我投票这样子的话。但是呢，我也的确是一直都想向前前进，向目标前进的人，一直都没有想过要停止。所以呢，就如果你可以支持我的话，那么我会非常的感谢你。这个环节是我突然加的，所以现在可以鼓掌了。自然而然到达了这个环节。然后呢，就像我之前说的，很多人都会说什么奇境值得，奇境很棒这样子的空话，但这样子的话我已经听了5年了，所以今年我希望。好，说到这里突然没电了，就是今年我不要打断我。今年谢谢池塘男孩投的9票。今年我也很希望可以再次站在那个舞台上发光。然后我定的目标也是第33名，也是我自己的一个小目标，我希望可以拿到一个小 C 位。谢谢柚子投的1票，谢谢雨后轻啼投的9票，谢谢柚子投的1票、2票。对，就是希望。我希望今年我可以再次站在那个舞台上发一次光，谢谢信天良投的9票，然后就谢谢不二投的9票，谢谢泽瑞投的1票，很谢谢大家为我投的每一票哦，谢谢依然投的9票，谢谢，你叫什么来着？无色投的99票，然后是。真的真的很需要每一位盖浇饭对我的支持，今年你们有了自己的名字叫盖浇饭，所以希望大家可以都支持我，谢谢你们，当然了，我相信你们自己也是知道的啊，是要在有能力的情况下，在有能力的情况下，请多多支持我吧，谢谢你们。好了，就这样子。这个临时加的这个拉票环节，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那么接下来，我要去练我的生日公演啦！我要去练我的生日公演啦！哦，发言时刻，谢谢依然投的1票，谢谢。啊，2票，谢谢。3票。谢谢你。那么谢谢这些人，今天这么3000多个人今晚听我的电台哦。那么朋友们，拜拜，我要关直播啦。拜拜，晚安晚安，拜拜。